什么程度呢？嗯，1-2万吧。明贵机贵嘞，哪一个最贵？那、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展示一下。其实最贵的真是看不太出来，它就是穿的非常简单。这么脏，脏。就是这个是目前最贵。请问它的材质是什么？塑胶。那它为什么最贵？是吗？对，大家猜不到，因为它是第一只的芭比娃娃，现在已经40几岁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它现在呢，在拍卖场拍哦，一只要45万。最便宜，没有。我们现在拿你这一只直接拿去拍卖场拍可以吗？对，大家抢着买。他绑马尾哎，你会想知道？是，那你怎么会拥有他的？他买的、啊，买的，去拍卖场买的。这第一只是拍卖场买的。哎，你晚上起床看到他们，会不会很怕他们突然在动？我全部都把他们绑起来，因为我今天老板真的很爱问无关的问题。人家在讲芭比娃娃第一只有多珍贵。其实这些娃娃已经没办法说又拿来玩了、啊，都全部都是厨师放在保险柜。所以如果我女儿去你家，然后抓了那只第一个芭比，然后这边甩来甩去，你会怎样？哎，当场也把他抓来甩。如果你女儿来，我会提供给她。谁要肯尼呀、啊？肯尼，哎，你应该让她早一点接受这种男女。这是老的肯尼吗？对，第一只肯尼。肯尼那个是假的头发吗？这是假的。其实我请问，第一只肯尼也值钱吗？我觉得其实它长得跟陈汉典很像，它非常廉价、哦。不是，陈汉典很值钱、啊，是廉价。可是呢，第一只肯尼呢，跟第一只芭比比较起来、哦，对。既然这个可以40万，那这个大概台币400块，大家买还在挑东挑西的。我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第一只芭比头发是真的，可是肯尼头发是假的。假的，塑胶皮。不是这个原因吧？为什么肯尼这么便宜？因为肯尼一直以来都是因为他没有真实，不没有头发，所以很多人都不太喜欢。被你说中哎、欸。哇，你懂古董、啊？因为谁要一个假头发的娃娃？谁要啊？没错，我们要帮他梳头发啊。可是，请问你有几只？我现在应该有1500只左右。你有1000多只，每一只都40万的话，你就有。当然不是每一只都这么值钱啊，也有比较便宜。比如说我的娃娃里面，当然也有比较不一样。比如说这个有最新的，一只10万块也有1亿耶，1000只。哇塞！然后加上顶针。顶针1盒200万的话，4盒就800万了。对，差不多。所以它身价起码有1亿1000万左右。有。可是呢，我的娃娃里面当然也有比较不一样的。把它摆在比基尼旁边。我有一些比较不一样，比如说 Aiden John 啊，然后他来。Aiden John 的芭比娃娃。有。他也是假发哎。对，而且这个很特别哦，它可以。Aiden John 被做成芭比。来，你可以按一下他的肚子。哎，他还会唱歌哎。这已经是20几年。好了，老公，快点介绍下一个。我觉得他人太超过了，你有一种可怜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还可以超过。